你好。今天来到这个活动，看到很多巨星，会不会很开心？非常开心，而且好像一个同学会，因为见到好多老朋友。对。对，就非常的期待。会不会以后也会来香港做多一点关于电影的工作的宣传？会，肯定会的。而且香港真的好多的美食啊，然后昨天也去吃了一些火锅，然后到处走走。对。还会想吃什么吗？未来？还有什么推荐的？鱼蛋、烧麦。鱼蛋，我也很喜欢。对，这些都很喜欢，因为我太爱吃了。而且好舒服啊，在那个维多利亚港，就是大家还去跑步，我觉得真的太久没有来香港了。你待会会跟谁拍照吗？我不知道有什么机会，因为今天好忙哦，就希望可以见到很多朋友。然后刚刚我跟弟弟拍照了，就看到谁跟谁拍照。你会在香港留多少天？这次？还不确定，可能工作完可能就走了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就希望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。然后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宣传给大家。嗯。都很想。我比较贪心，谁有机会我都想试试看，而且希望可以有另外一种样子给大家看，像武打或比较动作一点的戏。嗯。对，跟 Steffi 刚好有一部电影叫《白昼如焚》，然后也很恭喜 Steffi。我们得了一些奖，就希望这部电影也可以尽快和大家见面。嗯，叫《白昼如焚》，也请多多支持。我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一定会的。希望啊，就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，然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来谢票。嗯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多谢。